1931年11月7日，江西瑞金叶挺谢家祠堂，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这里召开。下午3时，来自中央苏区闽西赣东北湘赣湘鄂赣琼崖等苏区的代表，以及红军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的610名代表。 共同见证了一个伟大历史时刻的到来。大会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为庆祝伊苏大胜利召开。 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欣然提笔，写下苏维埃为工农劳苦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生活的机关，是革命战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题词。刚满10岁的中国共产党将在苏区的红土地上进行治国安民的伟大预演。 在位于江西瑞金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内，一部3100余字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保存至今。当年为制定这部宪法大纲，伊苏大专门延长了3天会期。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人民的宪法，它明确宣布要实现广大人民的民族主义。 要使政治的权利握在最大多数的工农群众手里。它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意志和追求民主自由的这样一种愿望。这是一部由人民制定、由人民通过、真正代表了最广大工农群众最高利益的人民宪法。 宪法大纲里规定，在苏维埃政权领域内工人、农民、红色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种族、宗教，在苏维埃法律前一律平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它就说明了这个政权的人民性，相应的各个部委。 它也都叫人民委员部啊，外交人民委员部、土地人民委员部、劳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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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委员部
隔成的小屋因陋就简，成为各部委的办公场所。就在中华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不到一个月，一支国民党正规军成建制的弃暗投明站到了人民的一边。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他原来是彭玉祥的部队，彭玉祥后来跟蒋介石这个发生军阀纷争的时候被打败了，那么他剩下的部队就被蒋介石收编了。1931年春天呢，蒋介石就将第二十六路军从北方调到江西来围剿中央红军。二十六路军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蒋介石就对他另眼相看。大革命时期，李大钊应冯玉祥的请求，选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到冯玉祥部队工作，并在其部队建立党组织。1926年9月，冯玉祥由苏联考察回国，到达绥远省五原县，成立国民联军总司令部。共产党员刘伯坚、陈延年、宣霞富、刘志丹、魏野畴、邓小平等到冯玉祥部队工作，对其部队官兵产生重要的革命影响。1931年9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失败，
蒋介石把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留在宁都驻守，并命令其不灭共军，不许离开宁都，而国民党军其他部队先后撤出中央苏区。为了堵截第二十六路军的后路，蒋介石下令他的嫡系朱绍良部驻扎在宁都以北的广昌公路上，显然这是既想消灭红军，又想消灭第二十六路军的一箭双雕的阴险计谋。然而令蒋介石始料未及的是，在第二十六路军中，中共地下党组织先后秘密发展了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伯升等近二十名党员，并争取了第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第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和第七十四旅第二二团团长黄中岳等转向革命。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两个师六个旅共17000余人，携带10部电台，全部装备，在宁都城举行起义。他们行军到顾村的时候，顾村的群众杀猪宰羊，热烈地欢迎他们，这是他们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场面。以往在国民党军的时候，老百姓看到他们都像躲避瘟身一样躲得远远的，而现在老百姓对他们像对亲人一样，让他们深刻体会到当一名红军战士的自豪和光荣。12月16日，宁都起义部队按照中革军委命令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季振同任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赵伯升任参谋长。同时按照中革军委指示，红五军团建立政治工作和政治委员制度，萧劲光为红五军团政治委员，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起义官兵从此开启了为人民利益而战的全新生活。董振堂起义参加红军之后，一心跟共产党走，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入党之后，把积蓄的3000多块钱大洋全部交了党费。当萧劲光同志把董振堂交党费的事告诉毛泽东之后，毛泽东说不要全部交嘛，但董振堂说我都参加革命了，一切都是党的，我留钱干什么。一同起义的第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伯升曾亲自创作《革命精神之歌》，在部队交唱，侧耳倾听，宇宙充满饥饿声，警醒先锋，个人自由全牺牲，我死国生，我死犹荣，身虽死，精神长生。1933年初，在黄师渡一带，赵伯升率部与国民党军展开激战。战斗中，赵伯升不幸头部中弹，血洒疆场，英勇牺牲，时年36岁。为纪念赵伯升，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叶平广场建造伯升堡。伯升堡三个大字由朱德总司令亲笔题写。这组首次公开的选举运动画报来自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在选举运动画报第五期清晰记录着选举劳动妇女到苏维埃工作，选举运动与革命战争的工作要密切联系起来。他真实记录了1931年11月至1934年1月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的3次民主选举运动。这是我们馆珍藏的珍贵文物，何长工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证。这份代表证正面写着代表的姓名、年龄、性别、籍贯等等，
这是苏维埃时期人民当家作主的见证。一切为了人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很快得到了苏区人民的真正拥护。在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苏区冲破黑暗，成为了一个没有剥削压迫、人人自由平等、人与人和睦相处的光明世界。这里是瑞金叶平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旧址。这所土黄色的房子曾是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和毛泽东的住所。当年这所房子的一楼曾居住着一位被毛泽东称为谢大娘的孤寡老人。1931年的冬天，有一天毛主席从楼上下来去这个中央政府办公，在楼下看到谢大娘坐在门口干针线活，毛主席就问谢大娘说，大娘啊，为什么这么冷的天你都坐在门口做针线活呢？谢大娘就随口说了一句，房间里面光线太暗看不清。毛主席就到谢大娘的房间里一看，光线非常暗，加上窗户呢又被厚厚的大樟树挡住了光线。在仔细观察房间的结构后，次日清晨，毛泽东让警卫员拿来锯子、铁锤等工具，将谢大娘房间的楼板撬开1平方米大小的方孔，将楼板锯成一个栅栏状，同时又将毛泽东住房屋顶上的泥瓦换成了玻璃瓦。瞬时，暖暖的阳光便从玻璃瓦透过天窗照进了一楼谢大娘的房间。谢大娘逢冷就说，共产党中央政府真正好，把这件老百姓的小事都时刻记在心上。一个苏维埃中央政府的主席能够这么关心一个普通的群众，这个事情呢就在内心传开了。所以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形象就树立起来了。这扇为普通群众而开的窗户至今依然保留着，成为探寻苏区干群关系的一个独特窗口。这是1931年1月毛泽东撰写的《兴国调查》。毛泽东在罗芳期间，与从兴国县出来当红军的8个农民，开了1个星期的调查会，深入调查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用以指导当时土地革命的深入发展。毛泽东曾多次到兴国县指导工作，并举办兴国县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当绝大多数红军官兵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保卫苏区就是保卫自己的土地，对红色苏区人们产生了生死相依的感情。共产党领导中央苏区的人民在这块土地上生活，感受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权、新社会给大家带来的精神上的解放、生活上的改善，人们过着安详幸福的生活。那时的苏区，每当清晨和黄昏，天地间都会响起红军官兵嘹亮的歌声。当兵就要当红军，我为工农争生存。官长士兵相亲近，没有人来压迫人。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闹革命。会做工的有工作，会耕田的有田耕。
除中央苏区外，当时中华苏维埃政权的管辖范围还包括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赣东北苏区等地。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广大党员干部和红军战士始终践行着共产党的宗旨，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哎呀嘞，苏区给官铺求好作风，哎，你给自带官。这是一首流传至今的兴国山歌，形象地唱出了在苏区工作的广大干部与人民群众艰苦与共，还自带干粮去办公的感人故事。它生动地诠释了共产党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胸襟。一口红井水，天下苍生情。在江西瑞金沙洲坝村，有一座被当地人称之为红井的水井。1933年4月，中共中央机关中革军委为躲避国民党军的狂轰滥炸，从瑞金叶坪迁到了沙洲坝。细心的毛泽东发现，村民喝的水竟是水塘里的浑浊死水。老百姓就跟他反映说，毛主席啊，我们沙洲坝这里啊是地处汉龙的龙脉，如果我们打了井，就会触动汉龙龙脉，对我们全村人子孙后代都不利。啊，毛主席说，我们打井是为了帮助老百姓找到一个干净的卫生的这个水源，如果这也会得罪汉龙，那么你们就让汉龙来找我毛泽东好了。为了让沙洲坝人民早日喝上干净水，毛泽东亲自上阵，带领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沙洲坝寻找水源，亲自挖下了这口清澈甘甜的水井。为了使井水更加的清澈，毛主席亲自下到井里去铺沙石、炼木炭，然后一股官泉就涌上井里面。当地的居民看到这个井挖好了，大家都纷纷地双手按照这个水喝，讲这个水非常甘甜。由此，毛主席亲自爱民挖井的这个实际行动，为这个苏区干部树立了榜样。全国解放后，苏区的老百姓在水井旁刻上了“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的一块石碑，作为永久的纪念。为人民谋福祉，是中央苏区时期党和苏维埃政府执政为民的根本目标。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十分重视教育工作，即使战火纷飞、物资匮乏，依然努力安置着一张张宁静的书桌。在当时的苏区，大部分适龄儿童都能得到免费上学的机会。据1934年1月的统计，仅江西、福建、粤赣三省苏区就有列宁小学和劳动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仙进县学生入学率达到50%至60%。长久以来，受男尊女卑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中国妇女地位低下。在广大农村，一夫多妻、包办婚姻、童养媳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为彻底改变这种状况，1932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这是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名义颁布的第一部婚姻法。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做到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妇女解放的法律条例。这个规定一夫一妻制，规定了结婚的年龄，规定了自由恋爱，
不许买卖婚姻，不许带童养媳，还规定了男女有结婚的自由，也有离婚的自由。离婚要经过政府登记，要双方自愿。随着婚姻法在中央苏区的实施，几千年传统的封建婚姻家庭制度得以改变，苏区妇女的地位由此得到提高。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和各方面的建设，有力推动了苏区的扩宏运动，出现了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踊跃当红军的热烈场面。1934年5月30日，红色中华报刊发了八弟兄一齐报名当红军的感人事迹。瑞金县下萧区七宝乡的杨荣显将自己的八个儿子全部送去当了红军。寸寸红土地，遍洒英烈血。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随后的长征途中，杨荣显老人的八个儿子全部牺牲。他为什么要这个把自己八个儿子都送上战场？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就是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存在的。如果没有共产党，没有红军，他们也没有当时的生活。当时的瑞金虽然人口只有20多万，但在历次扩红中却有5万多人踊跃参军，3.5万人参加长征，1万多人牺牲在了长征途中。最后一斗米送去当军粮，最后一尺布拿去做军装，最后一床被盖在担架上，最后亲骨肉送去上战场。这是当年瑞金人民为中国革命竭尽所有、无私奉献的真实写照。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会议报告中，毛泽东引用了赣南苏区人民的一句由衷感叹：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群众生产生活到生孩子啊，永远柴米啊，医药卫生啊，这些都要给他们考虑，使他们知道我们党的宗旨、党的方针政策。我们的责任就是对人民负责，进一步了解我们党的革命目标，拥护我们的革命，去争取全国的胜利。军民鱼水情深，患难与共，为共产党的无往不胜蓄积了无穷美丽，提供了坚实的保证。中国共产党が人民に何かをやってあげるんじゃないんですよね。中国共産党人民を指導して、人民自らが建設する、自らが作り上げていく、それを指導する。人民大衆の支持がなければ共産党は存在できない。だから共産党は人民の上にあるんじゃなくて、人民の中にある。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0月10日，中央领导机构撤离瑞金，开始转移。中央红军参加转移的部队奉命在于都集结。为支援红军，于都人民夜以继日地打草鞋、筹军粮。于都河上没有桥，群众便捐出家中的门板、床板、房梁，甚至寿材，在30公里的河段上架起浮桥。目睹此景的周恩来动情地说：“于都人民真好，苏区人民
真亲。1934年10月17日，中央红军分别从于都县城10个渡口南渡于都河。尽管前路漫漫，艰险重重，但胸怀国家和人民、不忘初心和使命的共产党人，却依然向着理想的灯塔勇往直前，永不停歇。